天泉穴，主要功效活血通脉益心脏。穴位定位，天泉穴位于臂内侧，当腋前纹头下两寸，肱二头肌的长短头之间。主治疾病，缓解咳嗽、心悸、失眠、心痛，治疗前臂内侧冷痛。掌握以下四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合并食指、中指，两指揉按天泉穴100至200次，每天坚持，能够缓解咳嗽、心悸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5至20分钟，长期坚持可治疗前臂内侧冷痛。三、拔罐方法，准备气罐、毛巾，用毛巾将穴位清洁干净，用气罐器把气罐拔在天泉穴上。留罐5至10分钟，隔天一次，可改善心悸、心痛。四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。经络以后，在穴位上涂上精油，用脚刮法，从上向下刮拭3至5分钟，隔天一次，可缓解失眠、心痛、心悸。操作完毕。